这上过太空的品种能增产稳产，还能抗寒抗旱，那么口感咋样呢？这个问题啊，云南的科学家能回答。他们种的羊肚菌品种曾经就跟随神舟12号上过天啊。科学家说，这上过天的菌子呀，个头大，而且香。其实我们吃起来的风味和口感的话，这个的话就特别香，这就是我们说上过天的羊肚菌更香，就是因为它那个通过搭载之后，它的一些那个风味物质的基因就表达的就比较多，尤其是可能还原了它那个本来的面目，特别鲜和香。而且上过天的羊肚菌个头能赶上手掌了，吃起来带劲儿。这个是没有上过天的，这是上过神舟12搭载过回来之后种出来的。这两个比较起来就特别明显，你看这个的话，这个7公分到8公分，那我们这个已经超过了10到11公分。这种羊肚菌还高产，一亩地能产1吨多。它产的肉厚了，而且变大之后呢，单位面积的重量增加，整体一个栽培面积里的话，重量就增加了。到目前为止的话，我们这个新品种的话，最高产量已经达到了1.6吨每一亩的产量。这种羊肚菌还能抗高温、抗低温、抗湿度、抗干旱和抗病虫，上了一次天变成10项全能了。